往上面走哈，对，往这边也可以走小路，小路比较快吗？对，比较快。山顶。来宾城。小路是这里吗？应该是吧。山顶，好像。小路，小路是不是这里？他们都不用跟外面的人，跟外面的人竞争，他们都独立。也是要竞争啊，跟谁竞争啊？自己在这里生活，自己种地。这个是小路吗？他说走这个大圣殿要20分钟，他讲走这里的。你们的鞋都可以爬山哦。对啊，走对啊，走对。大道。请问吼，这起哩？请问阿伯，请问这起哩会当到迄个？神殿啊，嘛是会当到的对啊。会当到啊，但是只个硬只爬起来，好，爬起来爱爬痛哦。好，好，来操练一下。好，去爬山。我们那时候爬的那么辛苦吗？慢慢走，弟弟，这个很陡，不能这样走。我们是开车上去的。你们三个慢慢走，签。哦，安尼这个view足水啦。来，妈妈你要说你哦。各组的组长，把组员带到凯旋的前面集合。这有多人呢？旅客的款，旅客。会啊，你要改预约啊。度假中心。他这样才有收入啊。应该是可以吧。这车足行的呢，爱叫巴士去了。